世界第一玛丽她要发飙了，各种神级操作令人拍案叫绝。来欣赏一场高端精彩对决啊，来自叶枫打平红。机会来了，要打破防了吗？韵值也在，刚好破防，韵值来了，还是不敢跳压呀，这是在干什么？应该跳息直接压一套了呀，还在战役试探。AB 好，可以抓到重拳必杀。还不错啊，有点小瑕疵。哦呦哦呦，飞天神脚啊。好， AB 组装漂亮，跳抓吗？跳跃之后有可能百合折啊。好，刚一个啊，这跳抓，哎呀不动。好，这一下抓到了，重拳必杀，直接带走。八神这个角色啊，有时候就你就感觉他强，他强的有时候都不怎么动了啊。你进攻也是死啊，进攻太近了有破绽我就消风，你不进攻啊，你也是死。哎，哦也死了哈，偷下盘。打玛丽这个人啊，最好还是不要被他黏着的。好，锤过去。哦哟，打低点啊，很烦啊，他这个玛丽跳攻击打的点都不让你刚的啊。哎呦，下地转球没用，闪身过来继续追着压，不要被近身能。哎呀呀，怎么老是喜欢下地转球啊。好，刚好命中啊，下盘直接摔死了。老秦头这头猪太喜欢下地转球了哈，破绽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来，应该学一下吴志辉啊，对吧？怎么跳怎么来啊，怎么不让你近身怎么来。最会打这个玛丽的啊，大猪还得是看老 K 了啊。好，不说老 K 了啊，这一波防住。无语生走玫瑰。好，这一下吃必杀了啊，直接反三，厉害。关注学学不会走丢。